我哋个节目唔经唔觉已经做咗超过十年啦，最豪华嘅享受，最新最潮嘅食买玩，已经介绍过好多啦。嗯，冇错啊，好似时装咁啊，无论系型格嘅运动装啊、街头时装啊、充满贵气嘅晚装裙啊，同埋近年好兴嘅韩国时装咧，我哋通通咧都喺我哋节目咧介绍咗好多噶啦。咁但系咧有一个地方咧，我谂到咧系好少有佢哋嘅时装喺我哋节目入面出现嘅，嗰个地方就系澳洲啦。澳洲的时装设计师近年以他们别树一格的设计在国际时装舞台上站稳一席位。来自珀斯的 Kim Ellery， 他的设计就吸引过无数国际巨星，好像 Rihanna 和 Kate Blanchett 等等。牛仔布是他喜欢用的布料之一，而他不少设计都由1970年代的剪裁得到启发。今季除了牛仔布之外， Kim 亦都选用了很多高贵的布料，他的作品充满层次感，透过折边的设计展露出穿着者优雅女性化的一面。試咗呢兩套衫咧，我就比較中意牛仔嗰一套，因為咧同我平時嘅造型好唔同啦。佢比較中性啲，比較型啲，同埋咧著上去好舒服。尤其是咧，我好中意嗰條喇叭褲啊，好酷啊！Freeman Topper 和 Mark Freeman 两兄妹的设计，早在2003年的澳洲时装周已经首度登场。他们的设计反映出澳洲人独有的生活品味。Camilla 和 Mark 的作品线条贴身，剪裁利落，用上华丽的布料，平凡中带点不平凡。他们的设计简单高贵，这么多年来得到不少荷里活名人的垂青，包括 Selena Gomez、 Kristen Stewart 和 Kendall Jenner。Deborah Sands 和 Mary Lou Ryan 的設計是走極簡主義路線，高級的衣料配上舒適、簡單、利落的剪裁。兩位澳洲設計師想做到的，就是想大家的日常衣著當中舒適得來，又可以散發出一種高雅的氣質。設計時尚的澳洲輕便服一樣受到不少模特兒和 blogger 的歡迎。 Megan Gale、Miranda Kerr 和 Sarah Jessica Parker 對眼前的設計都情有獨鍾。黑、白、灰和草綠色依然是今季主打的顏色，來到春夏季，物料當然都用舒適的有機棉為主啦。如果你覺得個造型簡單了少少，可以配襯翻各式各樣的飾物，戴翻頂有型有款的草帽，又或者穿翻對型格的涼鞋，脫俗清新。我就比較喜歡這套衣服多一點，因為這個物料柔軟得來又很舒服，它是用 100% 的 cotton 來設計的，所以給一些喜歡做運動的朋友就 perfect 了。 Alice McCall 的設計以青春俏皮、獨特的細節和繁複的印花見稱，在它的設計裡面你可以找到一些復古的元素，今季的作品會有更多複雜的花紋，運用更多刺繡工藝，而且還更加色彩繽紛。连身裙采用编织复杂的蕾丝制成，别致有性感。澳洲的设计师善于采用华丽的布料，做出平易近人的设计，唔怪得知他们可以在国际时装舞台上大放异彩了。